仰天地正气无所惧，支持王能就是支持韩国人。王能的竞选总部因从社交网络上看到这样的口号，急于告知并询问对策。我们告知这些陈年的竞选口语是老套，如果到今天仍在使用，不仅是无聊至极，也有点下作，一笑置之即可，不必跟注不入流。服务公众的心愿是要发自内心且要有善念，最不可或缺的是有莫有这个能力。 尤其是新冠疫情肆虐之后，人的生命异常脆弱，凡事都要以培养正气作为出发点，巧取豪夺必得之不相。记得有一年和在美国长大的弟弟理论照顾父母之责，曾问他：“能告诉我，你曾对父母做过任何孝悌之事吗？”得到的回答是：双亲的社会福利卡和政府文件皆由其亲自填写申请，而这也是最典型华人第二代的认知。我们心平气和地告诉他。 二十年来，父母跟我到每一个商河，烹调食物敬他们，买他们需要的物品，用车接送他们，生病的时候亲自喂食照料。只是我从未帮他们填任何表格。到底我们二人谁比较孝顺父母？不忍心告诉弟弟填表格，好多机构都可以帮忙做。王能在老人中心三十三年，照顾了多少的耆老？华策会福寿老人中心从一开始到他退休。 政府从未提供足够的经费供给午餐。为了不减少对华人祈老的服务，王能不得不想尽办法寻求商家的赞助，才能在每一天成长的岁月中使中心茁壮。一步一个脚印，冷暖只有那些仍然在世的长者和王能最清楚各中三味。所以，从过往的岁月里，王能很清楚法拉盛小商家生意兴隆与否，对整个社区有多么重要。这岂是韩国人可以相提并论？ 王能做的不只是帮老人家填表申请政府福利，否则他退休了大可以享受人生。会填写表格的大有人在，绝对不缺他一个。他心中的执着是一份深厚的感情，放不下的是使命与责任。在新冠疫情的笼罩下，王能了解本区所面临的困难。过去他感激诸多小商家老友的支持，老人中心。今天在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毕业的他，放下享清福的日子不过。 立志出来既顾雅明之后服务社区，又何尝不是表现心中的感恩和回馈？在海外多年，谁又能比他更体会华人文化的精髓？有的人莫有固定的信仰，入庙会拜神，上教堂会祷告，想要一帆风顺会去算命，身上带住平安符护身，只是情归何处，永远不会有定见。作为一个唯一华裔老人中心的主任，王能心中很坦然，心灵上更敏锐地看到。 唯有华人社区能稳定的往前走才是根本之道。他可是为是一个定海神针和信仰，魏明、魏利就失去了他的价值。参与竞选会无端的遭遇莫名的攻击和毁谤。池王能就是支持韩国人这样的口号弱，若出自华人之口，说的人是侮辱了自己，也否定了华人存在的价值。我们鼓励王能竞选总部的义工们，你们和支持王能的每一个兄子一样，心中想的是。 华人社区的未来，在乎的是华人下一代能拥有一个有尊严、有希望的未来。选择有华人文化底蕴的王能，就必须要走正道，不为邪气所染，笃定信念的养正气，尽心尽力，就看上天的祝福，不必患得患失。人人都有巨大的潜力，当大家 unlock our potential 时，难以预料和估计的事便会萌生，就像把堤坝的水闸拉开，水便会源源不绝的倾泻而出。 那就是上天的加持和期许，杜彼得，二零二一年一月十六日。